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我们来看6月9号、10号、11号，也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我们要恭喜双子座的朋友们，过去的这个疾病呢，能够恢复健康，自己觉得活力十足。处女座的朋友们，我们这段时间能够好好的控制我们的饮食，让我们的身材越来越美妙哦。以及天蝎座的朋友们，自己内心的一些压抑的情感，有机会得到抒发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，提醒摩羯座的朋友们，如果有外出的计划的话，最好要及早这个出门，免得耽误了行程。以及狮子座的朋友们，可能工作太多了，心情有一点急躁，火气也比较大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鹅黄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黑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蓝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绿色。